家咧喺2000多米嘅高加索嘅山頂上邊，有呢一個咁宏偉嘅呢一個 monument 咧，叫做 Georgian Russian Friendship 嘅一個 monument 嚟嘅，即係格魯吉亞同埋俄羅斯嘅友誼200年。咁大家可以留意啦，1753年就係咧當時沙俄帝國咧就吞併咗呢一個Georgia， 吞併咗格魯吉亞。咁啊呢個1983年起嘅，即係200年嘅吞併歷史。其實成幅畫入邊咧，全部都係俄羅斯嘅，譬如俄羅斯嘅母親啦，俄羅斯啲人嗰啲服裝啦，同埋嗰啲生活啦、生產啦嗰樣嘢，就係冇格魯吉亞嘅咯。所以其實咧，你知佢哋已經打仗咧打過幾次噶啦，獨立咗之後咧，格魯吉亞同埋俄羅斯打過幾次仗嘅。咁啊而家格魯吉亞咧同俄羅斯都唔係幾好關係，因為咧南奧塞梯呢個共和國咧就俾呢個俄羅斯霸咗，係格魯吉亞一部分嚟嘅。不過呢啲咧呢好短暫嘅啫，200年算啲咩嘢啫？你睇下呢個環境啊，成個高加索山咁壯觀、咁宏偉嘅環境，喺度咧已經100年啦，嗰200年咧一個彈指之間嘅啫，唔算得係咩回事。喺高加索玩咧。最開心的方式咧，當然係自駕遊啦。天大地大任我行。不過咧，大家要留意啦。如果你係租車嘅話咧，租車公司雖然提供咗意外保險啊，不過咧，如果真係出事，萬一咁唔好彩嚇，出事嗰時咧，都要俾一個好大嘅墊底費喺度嘅。如果你在香港要買到旅遊保險嘅話咧，你留意部分咧係提供咗呢個租車嘅自付額保障嘅，咁樣咧可以幫你 cover 埋一啲好高昂嘅墊底費，咁啊玩得更加放心啦。我琴日咧，今晚喺地比利斯買咗一頂呢個 Georgia 嘅國旗嘅帽啦。今日我嚟到呢個咧鄉下嘅地方，見到突然間見到個大媽戴住長城喎。佢咧有個長城嘅帽，我問佢點解你會去到長城嘅？係咪真係自己去過長城？佢話唔係啊，喺酒店啲人留低咗，就攞出嚟戴。呢啲咧就係文化交流啦。格魯吉亞是一個很小的國家，說出來也沒有人知道他去哪裡，不過他這裡出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他影響的不是一個國家，他影響了整個地球的命運，就是史泰林。我們呢剛才去到那間屋仔就是出世的地方，這裡剩下一間博物館全部展出史泰林的遺物，包括他70歲大壽的時候，毛主席第一次出城，第一次出國獻給他的70大壽的錦旗都在這裡有得看。我們現在就想去這個史泰林的邊緣。哇！呢、這個磚碟紙，你睇下呢個厚度啊，係防彈嘅，呢、這個係啲槍都打唔入嚟嘅。獨裁者最驚人咩啊？俾人暗殺。呢度咧係個廚房嚟嘅，佢應該喺度煮食嘅。呢度咧除咗咧有佢沖涼嘅地方，仲有史泰林咧生前嘅睡房嚟嘅。你見到咧其實佈置好簡單嘅一間睡房。Kitchen。Kitchen, yeah, kitchen, yes, kitchen. Of course. Yes. So he like Georgian food or Russian food? Georgian and Russian. And he like Georgian wine. Georgian wine, yes, you're right. 嚟到呢度咧，點都要貢獻下，買下阿師生嘅嘢。But yes, we got. 有錢。嗱，全部都係阿老師嘅嘢嚟嘅，全部都係師生，你睇。師生火柴，師生嘅火柴就1蚊雞，師生嘅 magnet 係5蚊雞。哦，我對佢冇乜興趣喎，仲有佢啲閃卡，哇，完全冇興趣，對住都反胃。你得媽媽 Stalin 嘛？媽媽。哦 ，Stalin 嘅呢個佢阿媽，阿師媽都喺度。哦 ，Lenin Stalin， 師阿媽都喺度。Lenin Stalin。誒，買呢個火柴算啦，火柴1蚊雞。Likes this source so much that give the name to the tour agency.